陈乔恩是圈内出了名的剩女，她的级别已经快和林志玲差不多了，在年龄上都已经快要成为一个中年人了，还没把自己嫁出去。她的感情生活着实让粉丝们为她感到堪忧啊！一提到去圈内的高龄剩女，网友们最先想到的就是她。现在的她已经39岁了，自从和老干部传出恋情又被曝分手后，在感情上就再也没有新的进展。网络上还一度传出她在前男友霍建华的婚礼上猛喝，最后还是逃不过喝醉的下场。虽然这些都没有得到两位担当事人的证实，但是无风不起浪，网友们表示这也许是她对前一段恋情正真画上句号的一种方式吧。她的偶像剧火遍全国，不管是曾经还是现在，她都是偶像剧导演的首选女主。最近她在感情上似乎有了新的突破，她和陈正飞的合照已经在网络上广为流传，而且这位疑似发展的新对象还在微博上晒出曾经许下的诺言。虽然这段恋情还未得到两人的正式承认，但是网友们却为两人送上祝福，也非常希望他们是真的在一起了。老干部知道这个消息后说了6个字，希望他能幸福。